头屋县学名 LCP Brunea， 又名鹤顶雀梅，是雀梅科的一种，分布于台湾和中国大陆。该物种的保护状况被评为无为。二、头屋县的平均体重约为 16.0 克。栖息地包括温带森林、亚热带或热带的湿润低地林、亚热带或热带的高海拔疏灌丛、亚热带或热带的湿润山地林和亚热带或热带的低地干燥疏灌丛。该物种的模式产地在台湾，